到猪的频道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拍你啊，你头上那个屁股朝着你，你不要乱摸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大家好，我是轩。这里还蛮安静。上次去那个什么？上次我们去哪？拉拉熊。哦，拉拉熊。我们去拉拉熊的时候，那边吵得要死。超可爱的盘子。哦，你从哪里伸出来的？我们后面有娃娃哎。他菜单超级酷，就是一个板子这样，超可爱。雪花冰，这么冷你要吃雪花冰？依旧都是你来带环境，我长进啊。哎，这个背景还蛮好看的。等下你第一个又要去看厕所，是不是？这边是那个小包厢的概念就对了。等下你是想要拍一下吗？没有。厕所在对这个门，它是左滑。你看，现在就是它的马桶不是高级的，有马桶就不错了。哎，它蛮多间厕所的，我觉得它这边设计的还不错。什么？那什么？那上面写什么？恭喜瘦了3公斤。我把你关起来了。没有，没干嘛。我以为这个可以透过去，然后看到你，结果这没有，这不是透明。哎呦，哇，好 sweet！ 哎呦，装什么可爱啊？这面墙好可爱啊！哎，它上面写说不能用手碰，我骗你的。哇，俊男美女是不是？哎呦，吓死人了！这是奶酪吗？哎，它好可爱哦，蛋壳破裂的那种巧克力，它的吸管都有那个屁屁，这个好可爱哦。不要乱摸！哎呦，好丑哦！咦，有人不爽啦！这边真的比拉拉熊好很多。对啊，这边比拉拉熊好超多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太贵啊？哎，还好，2款180，是笔记本哎，我上次一支笔185哎，哎，它这边没有很贵，但请问拉拉熊在贵什么啊？你在骂我的拉拉熊？没有，虽然它东西很少，可是还是很可爱啊。它东西贵的要死，可是很可爱啊，对的，感觉很实用啊。戴头巾？哦，我以为是戴在头上。猫头巾。这是吃的吗？199。对啊，这糖。哎呦，我拿包最可爱的。这多少钱？哦，380。哎，它这边还有那个，看旁边。哦，也可以用一下。你要我打可可酒精吗？哎呦，不体谅了哈。我没有说什么。你没有说什么。我喜欢可可酒精，我喜欢可可酒精，我喜欢可可酒精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啦。哇。有够丑的蛋黄哥，哎，不要看人家丑，人家很可爱，他只是看起来很像。你知道那个肉在干嘛？在棉被啊。对，它是棉被。这就是我们的汤啊，上面那个面包感觉就是好吃，软软的。这两块我都把它吃。哎，爱吃谢谢宝宝，我再跟大家互动。哎，在做夹克吗？不是哈，他泡在汤里。你最喜欢的玉米笋。对，我们要把他的衣服掀了，见真章了。好害羞。他的原型部落就是长这个样子啦。我帮他上点颜色好了。怎么跟我想的一样？我要怎么做？对啊，放这里好了，不要放下面，我觉得很尴尬。好，披萨来了，他帮我们切哦，这么好。而且各位看哦，它的厚度就是我一根手指的长度。这样，你手指太长了。还蛮好吃的。天啊，真的比拉拉熊还在吃，东西好吃，真的。有没有想说主题餐厅的餐点都没有很美味，但是它这里还蛮好吃的。它的酱特别，就是还蛮下饭的。如果把这吃完，你应该不会怎样。它好冷淡，我说你先吃啊，你先吃啊，你有种你就先吃啊。没有，你敢给我吃完你试试看这样。我握住手，没有。披萨切好，那个服务生就会帮你切披萨，然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手不要抖了。啊，好抖啊，好抖啊！超级像小蛋糕的。哎呦，他这样拍蛮好看的。你要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它有青椒，甜椒啊。
哦，这个，上面这个好难，就是很没有味道。它这是蛋白，好像真的是蛋白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蛋白是没有味道的，然后就被它弄成这个样子。真的是哦。闭上眼睛，你见不见到我？耶！有人要生气，就本人救我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大家会帮我夹什么？不要。今天就可以跟他们打。我这怪怪的，好像有一颗牙齿掉。真的？真的。吃草啊！这就是巧克力欧蕾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哇！哎呦，其实我喝一口就剩一半。嗯。我差点要把它棉花糖吃掉，它要崩溃。它是什么？它叫特制奶油蜂蜜松饼。好。特制奶油蜂蜜松饼。你舍得吃吗？舍不得哦，那我吃。哦，现在都会装可爱了。之前都白眼不知道放到哪边去。各位转眼就要这样离，知道吗？天啊！好了，为什么我的想法有点淫秽啊？他怎么被你离成这样？你为什么不把他五马分尸？你要这样切，这样真的太弱了，太弱了啦！我来，不要，就这样直接切啊！你先走开好不好？他就是不给我切，我现在拿他没整。好，哎呦。甜甜的融化了，会不会太甜啊？我怕你蜂蜜加太多了。还不错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各位，啊，为什么刚刚觉得那一口有点甜？因为是奶油，上面都是蜂蜜啊。有人要崩溃了！哎，我这好丑哦，我这流鼻水这样。好有。我觉得全部的松饼都会被他吃完。他刚才说吃的很饱，结论松饼又是另外一个味。我去吃旁边那个饭。我刚才发现你这边是猫咪耶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发现太晚了吧？没有在注意你啊。你头上有东西，那个好可爱。你要淡定，我现在要在这边讲一些话。好，就是个人蛮推荐大家来这边吃的。走。真的很棒。你知道我要干嘛吗？你知道我要干嘛吗？我要挑礼物给粉丝啊！买什么嘞？你知道没挑要买什么？你觉得要买什么？你也可以讲。这好可爱哦！哦，这个啦，一个要1280元。我们不要买这个，买这个就只能送一个人。可挂式手帕，我觉得这个很少人会用到，不要买这个好了。可是手帕是一个很贴心的东西啊。谁会带手帕出门？还是你觉得笔记本还不错？笔记本你看也还蛮厚的。还是我们买笔记本，它2块180而已。啊，各位，我们就买这个笔记本。其实我蛮想买这个娃娃的，这娃娃一只，哎，这一只要320块。露营中请微笑。明信片四款，哎，还不错哎，这个四款，我就每一个人都来一个。好，还有四款，天哪，一个五十。我对粉丝就是好了，就是有什么就买什么，还有这个手拿包。就这些，就这些东西，我就买这些东西送大家，因为我太爱大家了。啊，完事啦！哦，再见！我应该前面打个猪的，然后你是卷，好了，都这样。
我觉得小姐你的还比较好看，我好丑，我真的是那么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，走吧，不要录了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，订阅哦。